两岸关系恰如江河行舟，当然不应该是过尽千帆皆不是，但是也不应该一厢情愿地认为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在困难中找寻方向，在迷雾中我们要冷静思索。所以我讲双城好，两岸好，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更要重视而且珍惜这样的论坛。我们要务实的对话，理性的对话，诚恳的对话。当双城能够汲取过去大时代对于个人命运的冲击，我们就可以珍惜、了解到、理解到和平的可贵。当双城能够成功的化解分歧、消弭对立，双赢所产生出来的连带效应将无可限量。让我再一次强调，双城好，两岸好，我们要有耐心，更要有信心。祝今天的论坛成功，双城进步，谢谢大家。